不过，我觉得你这个人呢，还是要多注意一点。叶灵，还需细灵。厉声的病，病根在痰静。你呀，不妨去找他好好聊聊，想出一些办法来，这对小聂的恢复会有帮助的。 谢谢。今天来，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。我想请你和我们一起配合医生来治疗雨轩的病。 条件，你就尽管开口，我都答应你。只要你肯帮这个忙，我知道你对我没好感，可能也不会喜欢这样的方式。 但此时此刻，我愿意拿出我最大的诚意。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，但是我相信，杰林还需洗灵人。于是，在推行这段期间。 想的、说的都是你，我也希望看在他这些年对你念念不忘这个情分上，你能够暂时搁置我们之间的矛盾，就当。